场见到你，亚洲最终战。我们信武哥在台北长大的小孩，一直到了在二十几岁之后，才有机会来到这个只有在地理课本上会读到的城市上海。第一次来，我们先来开一个记者会。当时的上海并没有什么人认识五月天，而在那时候记者问我们，你们来到上海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不知天高地厚的五个小伙子，我们说我们想在80,000人体育场开演唱会呢。现场大家都笑了。而在20年后的今天，在2023年将近结束的11月中，我正在这里，怪兽玛莎、冠佑、石头，我们都站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你竟然也来到这里陪我们一起唱，一起哭，一起笑。我想问你，这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吗？我想问你，属于你的梦想是什么？即使说出来会被嘲笑，即使说出来会有很多的人跟你说不可能，其实这个梦想到了最后不会像是今天晚上一样充满着彩虹色的光迎接着你。但人生一生就有一次啊，试着带着你的梦想做一个傻子吧。五月天会用音乐陪伴你，会用音乐祝福你的。各位所有的拱廊，各位所有的笨家伙，你们有最后的5个好朋友，那就是……我说错了，或者你们就是……你们都。